情百分。要救苍生风雨中，一行无声泪，孝敬英雄梦，仰头一望明是月，兴衰谁能懂？执手终难复舍己，自古青史必血。王先生，刚才差喜宁公公过来，让奴才转交给万岁爷一样东西。拿来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先生，先生，哎呀，先生，你说皇上他会来吗？啊？放心，他一定会来。哎，先生，万岁爷驾到。都给我下去！哦，好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。
万岁！下去，下去。奴才不知万岁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先生，难道不是你让朕来找你的吗？奴才不知万岁爷此话怎讲。先生派人把这个带给朕，难道不是先生有话要跟朕说吗？哎呀，奴才该死！今天早上奴才清理房间的时候，见到这只拨浪鼓，想起后天就是万岁爷的生日，奴才便拿出来供在案头。奴才手下人误会了奴才的意思，就给万岁爷送去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奴才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万岁爷的恩情啊。其实朕记得，这是先生送给朕的吧？可不是，万岁爷好记性啊。来，起来说话。谢万岁，万岁爷请上座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万岁爷，您的气色不太好啊。还是先生周到啊！啊，在朕身边的那些奴才们，哼，个个笨手笨脚，没一个顶用的。奴才伺候万岁爷十几年了，奴才记得清清楚楚。万岁爷小时候，经常是气喘痰多，那还是在3岁的时候得的病，一着2酒犯。万岁爷可记得？奴才有一次端着痰盂2天2夜没敢松手啊。没错，那些年真是难为先生了。万岁爷一定要保重龙体呀。万岁，奴才罪该万死啊。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奴才知道万岁爷这些天为圈地之事忧心如焚。王山是奴才的亲兄弟，马顺、徐成、丁明、李威这一干文武大臣平日多与奴才有来往，奴才扪心自问，这些人所作所为，奴才实在是逃脱不了干系呀。奴才是难辞其咎啊。对上，辜负万岁爷的一片信任；对下，无面目去见黎民百姓啊。你有话就起来说吧。都带上来。是。是。见了皇上还不快快跪下？万岁爷在上，是奴才亲手捆绑了徐成、李威、丁明、马顺等一帮圈地的文武大臣，特向万岁爷负荆请罪。先生，你这是？万岁，这些人身为朝廷大臣，置国法于不顾，大肆圈地，造成百姓流离失所，差点酿成大乱，以致惊动了万岁和太后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
奴才只求万岁以江山为重，将这些人绳之以法，绝不姑息，所圈之地尽数退还给百姓，以平民愤。皇上，臣等知错了，请皇上治罪。万岁，奴才也有罪。王山背着奴才，以奴才的名义圈地20余万亩，奴才得知真相，痛悔莫及。望万岁爷也将奴才一并治罪，以谢天下百姓。难得先生如此深明大义，为朝廷和百姓着想。喜宁，在。万岁爷可以原谅奴才，但奴才不能原谅自己，请万岁爷狠狠地责罚奴才并这几位大臣，奴才绝无怨言。皇上，臣等情愿死在皇上的帐下呀！还是先生对朕忠心耿耿啊！万岁爷切勿为了一己私情坏了朝纲国法。先生，别忙着自责啊！是朕差点错怪了先生。来，先生，起来说话吧。谢万岁爷，万岁隆恩，奴才就是变牛变马也报答不了啊。你们也起来吧。皇上，臣等虽犯了国法，可是对皇上的赤胆忠心九死不悔，万不敢奢望皇上恕罪。是啊，皇上。你们给朕听着，其实朕最恨的是在朕背后胡作非为的人。今天看在王先生的面子上，朕先记下你们的脑袋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谢皇上隆恩，谢皇上隆恩。下去吧。谢皇上。奴才恭喜万岁爷，这些人今后会为万岁爷赴汤蹈火、肝脑涂地而在所不惜呀。万岁爷，奴才还有一桩喜事要向万岁道贺。今个晚上倒是齐了，所有的事儿都凑到一块儿了。先生，朕呢不喜欢捉迷藏，说吧。万岁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容奴才细细道来。刚才万岁爷进门的时候，可曾看见奴才正在忙碌？朕看到先生在替朕批奏折呢。奴才恭喜万岁爷，万岁爷即将成为我大明真正的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奴才是说，万岁爷亲政的日子到了。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？万岁爷，请看，这是朝中文武大臣的劝进表，劝万岁爷即刻亲政。这，先生，这。
劝进表示，万岁爷还不明白，是奴才带的头，满朝文武负的义，人心所向，机不可失啊。先生，快快请起。谢万岁。哎，坐。万岁请。先生对朕真是太好了。朕只是担心先生对朕的一片赤心到头来却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万岁爷是怕太后不愿还政？当年太后曾有言在先，等万岁爷长大成人，登基十年后即还政于你。现今万岁爷已建立不世功业，四夷臣服，万民爱戴，我大明的盛世景象比之列朝列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然而在十年登基庆贺大典上，太后竟毫无表示，出尔反尔，令奴才们为万岁爷鸣不平啊。有些事情先生是不知道，其实朕心里也是很为难的。万岁爷年轻有为，雄才大略，这些年的政绩是有目共睹，天下谁人不服万岁爷的文治武功啊。万岁爷本可以更有作为，与汉武帝、唐太宗，还有万岁爷最亲服的成祖皇帝诸位贤明君主一比高低，大展宏图。可惜朕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万岁爷，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万岁爷亲政乃天经地义之事，太后横加阻拦实在是为了他自己的权位，他要除掉奴才，怕的是万岁爷羽翼丰满，难以驾驭。万岁爷可万万不能上当啊。你的意思是太后她有私心？万岁爷的雄心壮志是统御四海，建一番前无古人的旷世伟业，岂能让一个妇人牵着鼻子走啊。万岁爷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奴才冒死之言全是为了万岁爷。万岁爷请想想，天底下对万岁爷最亲最关心的人是谁呀？当然是那些希望万岁爷成为大明真正天子的人，他们都是万岁爷的大忠臣，他们中间的亲疏忠奸万岁爷还分辨不出来吗？那依先生之见，朕该当如何？万岁，明日早朝，奴才将这份劝进表当庭宣读，众大臣必然附和。到那时，万岁只要顺水推舟，两太后也不敢公然反对，大事既成矣。又是明日早朝？怎么？明日早朝难道？其实不瞒先生，前些日子太后来见过朕了，恐怕明日早朝对先生大为不利啊。这么说太后要除掉奴才了啊？万岁，奴才为了万岁爷九死不悔，可奴才死不瞑目的是万岁从此之后再无出头之日了。万岁，大明真正的皇帝不是万岁，是太后了。奴才
请万岁爷三思啊！先生，万岁！先生，快快请起，有话慢慢说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药，给夫人治病的药。药，爹，你看，这是贝母大青叶。是吗？娘有救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上天有眼呐、好人终有好报啊！可是这些药是谁送来的呀？哦，这药肯定是街坊邻居，还有京城里的百姓，他们听说夫人病了，前些天都来探望呢。爹，这些药都是城外的百姓搜罗来的，你看，这是河南、山西的。百姓对咱们这么好，咱们怎么回报人家呀？爹，我去煎药去了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老爷，家里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您该上朝去了。好好。于大人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好剑法，今日哀家可是大开眼界了。姑娘剑术精妙，在下服了。诸位爱卿啊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奏上来吧。启禀皇上，臣有事要奏。哦，是于爱卿啊，说。臣奉皇上和太后之命，审讯孙万山走私火炮一案。现孙万山已供认不讳，那门神机火炮原本是要偷运给瓦拉。于爱卿接着说。据孙万山交代，走私火炮的主使另有其人，这人与瓦拉太师野仙早有往来，一旦野仙认可孙万山送去的样炮，随后将走私300门神机火炮给瓦拉。300门！天哪，300门神机火炮啊！于爱卿，你说的这个人究竟是谁？谁如此大胆妄为啊？这个走私火炮的罪魁祸首，就是站在皇上身边的王公公王振。除走私火炮以外，王振还带头圈地，现据王山招供，王振一人所圈之地就达15万亩。拿下！杀！王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万岁爷，奴才是天大的冤枉啊！奴才日夜伺候万岁爷，尽心尽职，不敢越宫门半步。奴才为朝廷所作所为，万岁爷跟列位大臣是有目共睹，不容奴才多费口舌。刚才于大人对奴才所列几大罪状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无中生有。王振，你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？于大人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啊！御林军，快快将王振拿下！是。你们。
皇上有令，提嫌犯孙万山。王山，钟将军，皇上他要……太国舅，你慌什么？皇上要两位进宫面圣，是要当庭审问，免得让两位受了冤枉，不明不白的做了刀下鬼。太国舅还不明白吗？马顺，还不快快退下！哼，卑职奉皇上之命，特率锦衣卫进宫护驾。有圣旨在此，范将军，你看清楚了。你有旨，我也有旨，谁怕谁呀？兄弟们，上！来，上！来，快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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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朝廷议政之地，哪来的刀光剑影？统统给我住手！退下！好，退下！退下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刚才余爱卿要弹劾王先生，朕也想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。不如这样吧，朕就当庭把这件事情问个明白。如此甚好，有万岁爷做主，可免去奴才的不白之冤呢。余爱卿，朕问你，你弹劾王先生那些罪状可有证据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哀家这儿就有几份证据，请皇上当众宣读，免得皇上过目又忘了。这些东西呢，朕暂且收下，不过今日朕要的是当面澄清。余爱卿啊，还有什么人证物证尽管呈上来。孙万山和王山押在兵部大牢，缴获的神机火炮也在兵部，皇上可将人证物证一并押上，当庭审问查验。是啊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朕也会谨慎处置。同时嘛，朕也想让王先生心服口服。不如这样，众位爱卿和朕在这里一块儿做个见证人好吗？听候皇上吩咐。来人呐，把嫌犯和火炮一并押上殿来。是。皇上，奉皇上旨意，卑职已将嫌犯和火炮一并押上。殿下跪的可是孙万山？是。朕问你话，你要如实回答啊。是。王先生让你走私火炮，可有其事？是，小的是冤屈的呀。皇上，小民也是冤屈的呀。孙万山，你不是全都招了，哪来的冤屈啊？啊，余大人他动用重刑，我是屈打成招啊。皇上，小民也是冤屈的。我兄长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为朝廷呕心沥血，从来都是只有公心没有私心，更无义心的，请皇上明察。朕问的是孙万山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是，皇上。孙万山，接着说。皇上明鉴，忠心之下，我是皮开肉绽了，那还有什么真话？其实，有话快说。其实什么？其实这里面大有奥妙啊！哦，奥妙，
万岁爷，奴才有话要说。说吧。启禀万岁爷，此事确是奴才所为。果然是他所为。王先生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万岁，奴才是为了朝廷的安危才出此计策。此话怎讲？万岁，瓦剌对我大明天威甚是臣服，可谓是诚惶诚恐。每年遣使进京，朝贡不断，然而这几年达达和瓦剌不和，经常举兵进犯，瓦剌深受其苦。瓦剌太师也先也多次请奏皇上对其援手。哼，那又怎样？大明与瓦剌犹如君臣父子，瓦剌王达达兴则对我大明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所谓唇亡齿寒呐。然而瓦剌毕竟是蛮夷之族，与大明格格不入，已不可信任无度，故奴才略施小计，助瓦剌一臂之力，使其和达达不断的鹬蚌相争，我大明则坐收渔翁之利。先生，看来朕是冤枉你了。万岁爷，以瓦剌治达达，这就叫以夷制夷。哼，以夷制夷，有点道理。先生真是高见，高见，高见。是。不过，这神机火炮，毕竟是我大明朝廷最厉害的火器。万一这瓦剌背信弃义，拿着这火炮对准我大明朝廷，那该如何呀？万岁爷不必多虑，我大明雄视四海，何等气魄，区区瓦剌不足为患，就算吃了豹子胆，他们也不敢动我大明的一根毫毛。再说奴才给瓦剌的这批火炮是为了换取5000匹战马，有了这些战马，我大明可以扩充骑兵，真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朕真的是冤枉王先生了啊。皇上不可轻信王振之言，他这是妖言惑众，瓦剌兵强马壮，早有觊觎我大明野心，如得到神机火炮，如虎添翼，必将来犯。请皇上万不可忘了大宋为元所灭的教训啊。于谦，你身为兵部侍郎，朝廷重臣，竟拿我坚如磐石的大明江山跟软弱可欺的宋朝相提并论，于大人的用意是把皇上处于何地呀？皇上，于大人枉之罪名，陷害忠良，他才是大逆不道之人呐！皇上应该将他治罪呀！你，孙万山，你倒打一耙，血口喷人！于爱卿啊，朕还没问你话呢，你急什么？是，皇上。王先生，刚才于爱卿要弹劾你，说你带头圈地，可有此事？启禀皇上，圈地之事乃臣等所为。王先生一心效忠朝廷，得知臣等圈地，要惩处臣等，臣等羞愧难当，已经把所圈之地尽数退出。好啊，是你们干的好事。臣等犯下大罪，请皇上以国法论处，千万不要冤枉了王先生啊。皇上，我大明万万不可没有王先生啊。是，不能没有王先生。爱卿们啊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要不是朕今日当庭审个明白，朕恐怕真的要对不住王先生了。皇上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您应该知道孰是孰非了吧？王先生，你受委屈了。谢万岁救命之恩，老奴不胜感激。先生，来来来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谢万岁隆恩。皇上，此事多有蹊跷，请皇上先别下论断，容日后再议。
那好吧，既然太后发话，今日之事呢就到此为止。爱卿们还有何事要奏？万岁，奴才还有一事要奏。说吧。万岁自登基以来，政绩卓著，天下亲服，朝中大臣联名上书请太后还政于万岁也。万岁，这是朝中众大臣的心意，请万岁还有太后过目。这个朕可不敢答应。太后为朝廷日夜操劳，功不可没嘛。万岁，万岁亲政乃众望所归，请万岁切勿推辞，否则朝中大臣会寒心的。是啊。太后，您的意思呢？皇上不是早拿定主意了吗？还问哀家干什么？来人，送太后回宫。你们这是逼宫！等等，于爱卿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有完没完？真为你感到羞耻，皇上，你好昏庸啊！你说什么？你竟然骂朕！今日臣愿冒死执剑。皇上，你宠幸宦官，贪图享乐，致使奸佞当道，朝中表面歌舞升平，实已难将至啊。于谦，你连皇上都敢骂，你反了你！上有所好，下必趋之。朝廷如此享乐成风，穷奢极欲，使明知明高为粪土，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吏亦跟着腐败糜烂，卖官鬻爵，贪污受贿，无所不为。更有甚者，皇亲国戚、权贵豪绅四处圈地，致使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，全国各地流民已达百万之众。现今皇上又公开支持王振走私火炮，还美其名曰以夷制夷，却枉然不知战祸临头。似这般骄横自大，为所欲为，随时会有亡国之灾呀。于谦，你太过分了。你身为九五之尊，堂堂大明的皇帝，把江山社稷、天下苍生视作儿戏，你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，皇上？骂得好，苍天有眼，臣悲痛万分呐！皇上，你可以借庆典之名，在皇宫里以荒嬉玩耍为乐事，居然还拿紫金棺当要饭的破碗恣意取乐。有朝一日，你也许会
真的沦为一个乞丐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于谦拉下去。走。于谦心怀不轨，妖言惑众，诽谤圣上，慕皇位罪不可赦。圣旨下，把于谦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这谁敢再冒犯圣威，一律以谋逆论处。皇上，你听信王振之言，毁了大明社稷，也毁了皇上你自己。再者瓦剌已蠢蠢欲动，我朝毫无防备，国难临头，臣死不足惜，请皇上早做应对。快，把这不吉之人压下去。人间。